了减少施工危险 ，JR 西日本日前打造了一款像是动画钢弹的机器人，工人只要佩戴 VR 眼镜，还有操纵把手，这机器人的动作就会跟驾驶员同步。画面一出，也引发不少网友热烈讨论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Thank you.